很强是不是？你会音乐吗？你真的会音乐吗？我在学音乐的时候，你还在妈妈打开外。我学了七年钢琴了，你真的会音乐啊？来秀给我看啊，秀给我看。DJ 啦，你会怎么接线？不好意思 ，DJ 要接线。一下，还是会唱歌，还会唱中文。他最近学一点中文。对，他最近恶补了这个。因为他来台巡回啊，刚好来到我们这一站，他来展现一下他苦练了七年才成功的这个。他怎么说苦练七年呢？在梦中苦练的。为了今晚他足足准备了七年啊，为了就是这一刻。好，大家准备听好哦。请问你怎么称呼你的这个都敏俊哦，都敏先生有没有声音？没有声音。好，然后龙翔害羞，再不了。有声音吗？有见。哎，帮你先换一下。好，来来来。
好，然后就没了。待会可以唱歌欢唱啊。等一下可以欢唱，那可是大家都有拿到礼物，对不对？我们先来个那个家族礼物、恶魔礼物、天使礼物，大家合照好不好？